哇，没想到这局图书馆居然遇到了个九十级的妹子，那伍子业必须要好好检验一下他的技术，九十级实力应该比我差不了太多，甚至比我还要厉害，那正面我可能打不过他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我决定使出阴招绕后偷袭啊。伍子这人九十八级还当老六呢，说出去也都让人笑话。来这波战神实力直接冲脸，一打翻，先秒一个，后边又过来提前枪，再秒一个，哦，这妹子在打我队友，秒三个，拿到 M249 直接进入火力全开模式，开火箭着不松手啊，狂压制啊，头根本是露不出来的，最强提前枪。同队的超神选手被终结了，同队这位置小心点，获得半程分数。哎，狗洞有人。咱这队友也不知道身上是不是镶金子，这发着金光还是穿着黄金风衣啊，这每次贼都能打到他们的背身，每次这对手呢都在打我队友啊。这把能人头拿这么多纯属是运气啊，这对手要是稍微针对一下我，人头肯定拿不了这么多的。别看现在是13个淘汰，要对手稍微针对一下我，估计也只能拿下 1.3 个淘汰。最近天气是越来越热了，大家的手机温度肯定也是嘎嘎的高啊。那我建议啊，温度都这么高了，其实往子怡视频上点个赞也是可以的，说不定还能降降温啊，激发手机的潜能。注意，子怡的二级甲已经不能称得上是甲了，而是一层纸，防弹衣都被打坏了。但我可是手枪战神啊，一把手枪又能卡住我吗？哎，都没发现我，注意。空中腰射啊，抢到人头，一滴血锁住，趴下回满血上去敲啊，头甲全坏了，别着急冲，卡下视角，哦，他冲出来了，最后才发现对面这妹子是没有退友，他两个队友是退了，必须给妹子点个赞，好吧。